凤飞飞曾出版唱片近百张，录制了上千首歌曲，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。她的音色醇厚中又带清澈与甜美，中音向高音的转化轻松自如，这样的歌喉演绎起经典老歌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辨的话，他的音质，他的嗓音并不是说所谓的天籁一般的啊，就是只有他唱的最好这样子的那类的歌手。可是为什么他的感染力那么强呢？我觉得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的歌手，很真诚地去诠释他的每首歌曲。如果熟悉他的唱歌的人呢，会发现他也是少数难得的一个一动一静的一个歌手。
这身打扮好不好看？漂不漂亮？哎呀，我晚上睡不着觉了。好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最近你跟你的赵公子又进行的怎样了？哎呀，我刚刚唱的歌我已经给你回答过了。那个天涯歌女最后一段是。哎呀，妹是个线，郎是个针，然后穿在一起呢就不离分了，我就告诉你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到目前为止你有多少个帽子？这是我的财产。我算算看，我今天我妈妈又帮我买了一顶，因为上节目用的。加起来一共是291顶。290哈。最满意的是哪一部电影啊？我想在新加坡上过的电影有2部，一部是春寒秋莲，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将快来新加坡演的是凤凰泪，那么另外最近刚刚拍完不久的有一部叫溜溜的他，可是溜溜的他呢是喜剧片，会笑死你了。也是一个很重视友情的朋友啊，记得1994年的12月，我还帮他找到了一位失联了14年的一位曾经和他同甘共苦的朋友易云。易云当年和他在台北是一个从小小的歌厅一起演唱，一起生活，但是后来他们失去了联系，在我的穿针引线下，他们在新加坡的乌节酒店见面了。Yeah.
作为一个节目导播，我跟他合作过几次，基本的感觉是他这个人很随和，很亲切。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跟他合作过的人都知道，他其实要求很高的，非常认真。他会主动要求导播跟他沟通，跟他交流。作为一个编导，我很开心的。如果艺人愿意参与，因为他们身在其中，有他歌曲的内涵的表达，我们是技术上拍摄，所以如果可以跟他做一个事情的沟通，挺好的。过去。